朋友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建成老师好。田青好，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每个周末最期待就是老师你的美股解盘以及台股的未来一周的一个分析。对。然后呢，每次老师都会提前先帮大家抓住下周的节奏。嗯。昨天老师您在游艇上先做好了防台准备，就仿佛呢，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好万全准备。老师也帮大家规划好，紧接着本周七月最后一周要留意的，对不对？其实每一周每一周都很精彩了。对啊，因为每个月有每个月的小节奏，对，一季有一季的大节奏，对不对？中节奏，好，半年一年有大节奏，甚至四年还有一个大循环节奏，每四年哈，国安基金互盘一次，一个大循环，对，好，好，那你看今天我们做节目还是笑得出来了，哎，可是我想很多股民哦，你可能会很闷哦，为什么？因为你仿佛回到什么事？两年前吗？是吗？两年前的一月，两年前的一月哈，就是2021年的一月，那时候只有在涨台积电的时候，对，大家说一个人的武林有没有？一个人的武林，哎，台电涨，你这都没涨啊？对，因为那段时间指数一直飙到18000，因为我很清楚哈，前一个月，12月的时候涨航运。就航运涨到20几块、30块、10几块，涨到20-30块。哎，对对对，航运那时候货柜三雄从这个阳明长荣从10多块，哎，涨到30。对，后来到了一月有没有？它从30回档到20。哦，我跟你讲哦，股票节奏抓不对，多头你照样追了再砍。对，哎，你不要看30到20，哎，30到20基本上就是30亏30%，哎，回档30%，哎，哦好，就跟那一年的五月有没有？嗯哼，因为阳明长荣从100块拉回到60块一样哦，你只要追下来再砍，同样大多头你还是赚不到钱，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搞懂趋势。然后因为你是去追，请问如果你阳明那时候你跟我去买10块的人，哎，我们11、12块就在买阳明长荣，哎，是。如果你买11、12块，请问涨到30你不卖，跌到20，你有差吗？你没差，你还是赚一倍啊。因为你买点够低，对不对？买点决定胜率。好，所以你懂了吗？懂。但是你只要卖了又买，卖了又追，卖了又追，哇，那就不一样，那版本都不一样了。结局。所以你会发现说奇怪，明明这只股票伟创从30涨到150，我怎么？好像有赚到，但是又好像又没赚到啊？为什么？因为赚一下又停损一下，或者赚少少，卖就跑，卖就跑。所以同样的，我说，哎，两年前的一月的时候，台积电人人都在一样一个人的武林，对不对？对。二月到了六七七，好，那一年又677，对，隔一年688，有没有？然后就一路这样下来到现在，所以。一个人的武林的时候，你手上没有，你不用太难过。我说哈，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一段话哈。祸兮福之所以呀。福兮祸之所伏哈。福祸相依。老师奇怪，做股票跟老子的《道德经》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你们如果是股龄有2年以上的，就是有经过航运那一波的，然后再更早。好，我说4年前、5年前，国巨飙1300那一波，好不好？2018，好，那更早就不要讲了哈。那如果你像我一样，你经过20-30年，你都还没有办法，从一次的教训当中重新学乖，那每年每几年来一次的这个一个大多头一个人的一个泡沫，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重新财富归零一次。但是我们人哈，我们说，我上礼拜跟你讲嘛，人教人教不会，痛一次就好，对不对？你不要痛好几次。那我这样讲什么意思呢？你好好想一想哈。那一年的国巨，你有赚到不代表你能够一直守得住，你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安全退出哦。所以我说祸兮福之所以哈。福兮祸之所伏。你2年前你赚到航运的人，你有没有后面又被航运套进去？后来套到现在，或者后来反而停损卖掉？当你停损出场的时候，比你当初赚的还多，就是说亏的比你当初赚的还多，是，所以这叫怎么样？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赚到 AI， 你就觉得你的人生从此就一片光明哦，因为你有可能这边赚到，你还是在那边跌倒哦，不然为什么2年前
很多人就是航运赚到了，比如说他买100块，涨到150、160，哇，好高兴，怎么样？干脆怎么样？本来只买100万、200万，后面干脆哦500、600万全下去了。你本来100-200万赚到，你就应该就要走了。可是因为怎么样？贪婪心再起嘛，看他一直涨嘛，你想说那我干脆怎么样 ？All in， 我就跟他说哈，最后这一次，偏偏你一说哈，你就买在最高点了。人性有没有？这是人性。好，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哈。你有赚到，那你要能够获利入袋哦，那才是赚到哦。我说当年国巨涨到1300的时候，有人1000块，800块接回来。800接回来跌到500、600，又停损出去了。所以没有，我意思就是说，你赚到你要能够全身而退，这才是重点。对，不然你会在这边赚到，你同样会在这边亏回去。换句话说，大家觉得 AI 这么，就好像我不要讲那么远好了，我就讲旅游是啊，在今年多夯啊，在5月之前随便讲一支一飞王，好，讲我们做过的一飞王2734一飞王，因为当时不管是凤凰，不管是雄狮，都飙翻天了。我们做过，对不对？会员你都很清楚哈，这档我们获利了结之后，后面怎么涨那都是他家的事。当时我们是33、34，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我们说啊，赚了又涨上去，我们再追回来，没有啦。我说我的胜率100%，就是因为这档被我做过之后，我要维持我的胜率，我就不会随便带你再去追他了，是，懂吗？懂。我要是被你带你追他，然后咧，不对，下来我再带你停损，那我不是把我的胜率给亏掉的吗？所以我不做这种事哈。所以你没有发现？你看到没？看到了。前两天还给你涨停，对不对？有，上个礼拜。好可怕。又再冲一下。因为前两天旅游有来个。有一个回马枪。来个急反弹，对不对？你就以为行情又要来了。有我的加我赖的这个股民哈，就来酸我说老师，那饭店股。那饭店股、旅游股低了吧，现在可以买了吧。我说掉下来有分两种，对，一种是钻石，一种是刀子，钻石你可以接，刀子你不能接。我跟你最大的差别在于我知道什么是钻石，什么是刀子，对不对？没错。所以你来看云品2748，有没有？是不是又回来了？是，又回来80了。那前两天不是上周我记得也是涨停嘛，对不对？没错，就那一天突然来一个死猫跳，对，上周四啊，对，上去马上下来。我跟你讲，是随时有可能会在破底哦。为什么？我不是会讲钝化吗？对，高档钝化，低档会钝化啊。低档钝化，那就会持续破底哦。那高档钝化还有机会怎么样？再创新高。不要想说钝化你就怎么样？随时可以怎么样？再去想，再去抢。我跟你讲，这一种反炒过，必留下怨念嘛。所以上去再下来，你想要再去期待它再创一次龙井。我当初还跟你讲说，顶多做到9月，想不到这么快。是为什么到9月？因为寒暑假过了，对不对？没错。想不到现在的资金真的是来得快，去得快，有没有？是啊，现在连9月都没等到。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讲9月？因为寒暑假有旺季，有没有？结束寒暑假，这个还有机票的钱可以赚，寒暑假旅行社还赚，想不到，提早就结束，提早就结束了。可是这个我是不是之前就跟你预告了？有，5、6月就预告。我说2年前的航运，7月见到最高点，是。可是营收在8、9、10还在创新高，对，没错。这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营收还在创新高，可是谁比你早知道？总有大人知道，总有知道。对啊，因为他后面的订单，他的柜有没有开始少了？其实他们是可以知道的，他没有办法提早半年，他是可以提早3个月，只是我们多数的投资人都等到营收出来你才反应，营收出来跟大股东跟高层知道的，你已经落后了，前后差3个月，对，你已经落后了。好，所以我要刚先跟你讲说，你买到的人，你这波有赚到这个族群，你要想福兮祸之所伏嘛，所以
前两个月你去赚到航运、航空、观光、饭店，是这个旅行社的，你要有怎么样？你就是要有警觉心，对，要学过教训，对，你要学过教训。所以现在的 AI 吗 ？AI， 好，我说现在的饭店股、观光股有没有？不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吗？懂。我们讲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啊。那今天我们有一个追踪我，已经半年、大半年，这大半年你知道我们的股票都是一档一档赚嘛，对，赚多赚少这回事。但是我说我每档都是让你获利下车，没有让你停损的，好吗？好，没有说赚这一次，老师你又让我停损那一次，结果这半年红尘来去一档空，没有哎，我们赚多赚少，那都是每一档都是赚哎，光今年就好了，对，过去我们不讲，今年真的是胜率百分百。他就告诉我，他分享他有什么，五福哈，旅行社嘛，观光旅游，我都不知道五福，我都不知道旅行社还有五福这一档、啊。有五福 okay, 旅行社，山富旅行社，五福哈，然后什么？山富、长荣行、哦，华航，是不是被我讲中？被我讲中啊！对，180万亏20万，他现在问我怎么办？那我现在就告诉他，他说他要等解套，我说你要冷静想一想、因为这些股票上去的怨念都很深啊。我觉得要解套不太容易了。好，然后他就说这段时间的 AI 这么热，对，有没有？那资金都去买 AI， 对不对？那他要不要？他要不要心痒手痒了？去买 AI？ 我说你好好想一想哦。怎么想？麻烦你想一想，你当初是怎么去套到旅行社的？那不一样，不一样，不是一样？一个多月前你手上没有旅行社的，你一样被人家笑你没有在混台北股市，对不对？你手上没有云品的，没有精华的，没有那些饭店股的，你不是没有在混台北股市？那混了又怎么样？混了现在不就套了吗？历史是不断重演，对不对？股市也是不断重演。所以你要想想看、那时候的饭店股也都是很热啊，很多股票都不涨，就是只看到饭店、航空，特别是饭店天天在涨啊。对呀，那饭店再往前一点呢，你记得吗？军工股啊。哦，对呀。那现在谁在给你军工股了？三四月。麻烦你想想，你那些什么造船的，你那些无人机的，现在嘞？所以今年才走一半，七月还没走完。是。你知道吗？光从今年的一月到现在，就一个题材一个题材的泡沫，泡沫，泡沫。而且很快耶。就是夯，就夯那一两个月没了，要换下一个题材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指数还在17000多点？是的。可是呢，你会觉得好难做、对。好，那我现在话说回来了哈、那第一句话，我刚刚都跟你讲第二句，对不对？对。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第一句，祸兮福之所以，来。我说两年前一月的时候，一个人的50台积电，你那时候没有台积电，有差吗？有时候可能会很担心，你给他多等一两个月，你知道吗？那一年放完过年的时候，驱动 IC 一档一档飙上去，对，友达群创一档一档飙上去，是，就是第二季在飙谁？第一季季过完年之后再飙驱动 IC 股跟这个面板股，飙到四五月结束了，对。然后呢，这段时间同时谁也在飙航运股，有没有？航运股完换谁？钢铁人，有没有？好，我现在在告诉你说，你现在。你没有 AI， 你看到你手上的股票一直被那些耐不住性子的人有没有给他给卖掉，然后呢就去追 AI， 你不要难过。我讲你不要难过的是，如果你手上的股票是这一波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涨到的，好，那他也没有再破底的，好，那即使破底，他其实也没有说只是跌一点点而已，我觉得你不要太难过了。为什么？因为资金可能回来，搞不好下一波就轮到你了。好，但是呢，到底是什么族群？你要知道吗？那你要把我赖加好来、因为我每天我的讯息我会跟你追踪啊。是，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假日，像这礼拜我又在游艇直播，因为什么？台风来哈，对，你要去把游艇拉上岸啊，做防台准备，防台准备。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族群？那万一你手上正好有这个族群的，结果你嘛？你在低点给他卖掉，千万不要乱砍。你现在去追 AI， 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可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是今年已经炒过的哈、嗯，你就不用想太多了。是，比如说军工，然后饭店、旅游、饭店、观光、机票，那我觉得已经玩完了啦。嗯哼，那已经玩完了。那个你再爆下去、嗯，我会觉得你只会越套越深。嗯哼。可是电子股里面很多怎么样？哎，现在下半年、明年，嗯，会更好，它的春天就来了哦。嗯。可是它现在可能还在破底哦。嗯。可是现在破底是因为资金被因为怎么样？嗯。被吸到 AI 去嘛、嗯，可不代表它不好哦。懂。那我现在就是带会员怎么样？来再布局这种股票。来低阶山头斜照这些被人家冷落的小冷宫股哦，他们现在可能在冷宫里面好委屈哦。但接下来呢？好，我来挡一挡。有机会哦。我们这两天我们有操作一档、嗯，你看今天的四星 KY 高价股，什么创意都没在涨、嗯，对不对、嗯？可是只有两只在涨，是 M 三一，嗯，跟金星科。有没有？嗯，那为什么呢？因为哈，现在都要跟金 AI 搭上边。哦，金星科是这一波高价 IP 股都没涨的。嗯，比较弱。有没有？结果今天经济日报放个消息，金星科搭 AI 业绩爆发，它今天就差一点涨停。对，股价就冲。它今天差一点涨停可是前两天它不涨的时候，没人要啊。那放消息它就涨所以你们发现现在投资人，啊，看消息在做股票哦。那你都不担心？你看消息做股票，你会被怎么样？被主力割韭菜。嗯，懂了。真刀非真刀，假剑非假剑，利多非利多，利空非利空、啊。我跟你讲，我在7月13号，上礼拜四，是，对不对？上礼拜四，上个礼 拜，上上上上礼拜四，上上十几号是上上，买700。470，买完之后它有没有跌？有，老实讲嘛，我就跟你讲说，你不要期待我带你买最低卖最高，但我觉得这一档有点超跌了，我觉得开始一路减了，是470，这个会员清代会员减470，还有一张474，来今天的金星科，6533金星科。今天它是非常强势的，在 IC 在这个 IP 设计制裁。先看 K 线，山头斜照有没有山头斜照？有、嗯，有没有符合？有嘛、嗯，对不对？是符合老师选股条件，看到没？今天很强哦。今天收多少？484。好，今天最高487、488。又是十块的价差，是不是？嗯哼，买了时间到，过一个礼拜，风来了，主力来了。嗯，主力怎么来？风来了。主力怎么来？上去了，新闻来了。主力新闻来了、啊，那新闻来，我是不是可以准备要怎么样？明天拉高，我可以准备下车的吧？那470、474，明天我再拉高，490到500，两万，一张2万5，两张大震5万，又可以下车了。老师告诉你，一张至少1到2万的价差，又可以下车了。好，那如果万一来一个涨停，40块。那福气啊，那不是20000了吗？是啊，好，所以你懂节奏了。节奏就这样哦。我们带你去最高。没有啊。山头斜照，好吗？真的每一档就是这么操作。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什么样的族群题才有机会接棒？好，跟你讲完，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你手上股票没涨，你不用担心。可是什么样的股票你才不用担心？不是每一个没涨的不用担心，有的会持续破底。广告时间，你把我拉加进来，让我知道你什么股票可以报、什么股票不能报。对你手上持股，让老师知道，调整一下，你都有机会。来，七月我跟各位推荐的几个族群还有个股，其实从5月份开始请你看一下哈、台光电、台药，麦克是散热的，对，它是新贵的，有没有？对，那金拓科，然后呢？台湾精锐，谢董来台教，7月份，对不对？两根涨停，是。还有老会员手上的正机，有没有？还有这一档 Coas 第二支隐藏版的旭东，有没有？也是短短几天28%。上个礼拜是那个新贵的标涨幅最高，涨幅最大，对不对？然后再来这个新链的深茂，有没有？还有我们这个集团的。新唐鹏程、一样是西西尔的联茂，还有什么？耀华药，有没有？有。继鹏程之后，重达、台阳、新链的上品、文茂，你看看这一档一档，还有而且老师都公开的瓶盖股的，像
哎，对不对？上上礼拜送的瓶盖我是不是送你？对，你大家看一下，好吗？不一定要有 AI， 全涨，但是要有怎么样？涨不停的，要有节奏对的个股。嗯哼，好，所以我刚好跟各位讲哈，你利用广告时间，你把你的什么股票能报，什么股票不能报，让老师看一看，让我知道。嗯，然后呢？嗯，有人在问会费哈。你只要来投程，我一定跟公司申请优惠专案给你。是，好，带资金带股票来投程，老师来帮你。现在直接赶快加赖，把你手上股票让老师知道喽。来，送各位黄庭坚的这首诗哈。嗯。黄连坚是北宋四大词人，有没有？跟苏东坡，还有这个米氏、蔡襄，哦，齐名哈。以前国中还是高中，社会都会背啊，我都还记得，好不好？早还给老师了。所以，我跟你讲，我读建中，我没有在骗你啊。老师脑袋资料库非常的强大哦。来，这首诗你好好品一品。好，我认为它跟股票有关。嗯，好，杨柳春风今夜闲，一杯浊酒问青天。为何花有重开时，人却从无再少年？你把这个一杯浊酒，你把它改成啊，一档套牢股问青天。哦哟，为何花有重开时，人却从无再少年？来，人没有办法再少年，因为人就越活越老嘛，对，对不对？好，回不去了。你的资金，你只要没有烧掉，你没有亏光，你有没有机会？从头再少年，有哦。我常喜欢讲一个哈，这个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对不对？对，青山要在啦。好，那青山不在，你就没有办法几度夕阳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对不对？没错。好，所以你的资金，你只要有资金，你有股票，你放心来跟着我，好不好？懂。你就有机会怎么样？从你的资金就有怎么样？跟花一样。花有重开时，同样你的资金，你选对个股，你还是有机会把失去的找回来，把你的财富怎么样，重新再赚回来，再赚回来，好吗？明白。好来，所以这一份，对，我要跟各位讲这一档，现在很多股票什么散热啦，AI 啦，都怎么样，一百两百的，你买得下手吗？买不下手，都在右上角来，我跟你讲哈，现在只要扯上 AI 就会涨停板，所以这一档股票，它做设备的，它做自动化设备，来，你自己想想也知道，自动化设备跟 AI 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啊，所以这个做 AI 设备概念股的，不是伺服器哈，伺服器跟软体都没了哈，它是做设备。下一来，接下来他们就会来开始炒设备，然后就会跟你讲 AI。好，股价不到50，你要跟我做这一档。今天股价已经开始在动了。我买的都是怎么样？山头斜照。好，都是今天才这边刚开始而已。还在山头斜照，在底部。都还赶快跟我进场布局。GCCL 以及 Covas 之后呢，究竟他是谁？赶快把握 ，Light 扫起来，电话直接拨通。感谢建成老师。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